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二、二十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去把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长大麻风的捷径，聋子听见、死人复活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凡不因我跌倒的，就有福了。”主耶稣受到施洗约翰的质疑、顶撞，却丝毫不以为楚。 反而在此将他自己更多的向他来启示。所听见的事是指主的教训、神的话语；所看见的事是指主所行的神迹行为。长大麻风的捷径，瞎眼看见，瘸子行走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这些都是主耶稣所行的。而主耶稣要借着他所行的这些事作为证据。 让施洗约翰明白，他就是弥赛亚。跌倒这个字原文是经由某个人或某件事而犯罪、不幸的意思，用在耶稣的身上，是指着拒绝不相信他或者背叛他而导致犯罪。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七节有提到，耶稣在家乡受到的待遇是，他们就厌弃他。 原来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就因他跌倒，或是他们转而反对他。所以这一节的意思是说，无论谁不因为主耶稣放弃信仰的，就有福了。主耶稣说这一句话，是暗示施洗约翰为他的缘故而坐牢，也有可能因着他而跌倒或放弃信仰。有一天，我们也有可能会为着主的缘故而下监牢。 坐牢，甚至是殉道，你预备好了吗？